大家好，我是瑞姐，这里是南锣鼓巷西侧的景阳胡同。景阳胡同在明代称宣家井胡同，清代叫景儿胡同。一九六五年整顿地名时，改称景阳胡同。在南锣鼓巷的东西十六条胡同中，这只是普通的一条。现在胡同里居住的也都是平民百姓，而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家的老宅。 就在这条普通的胡同里，庄则栋从小就喜欢乒乓球运动。十九岁入选国家青年乒乓球队，曾拿下世乒赛男子单打三连冠。然而，作为世界冠军，他总结自己的一生，却用了四个奇特：奇特的家庭、奇特的经历、奇特的成绩、奇特的婚姻。说到奇特的家庭，首先要从他的这个姥爷说起。 庄则栋在多次接受采访时提到，他的外祖父是当年的犹太大亨、远东首富哈同。哈同的确是个传奇人物。他出生于伊拉克，一八七三年，揣着六块银元闯荡上海，最开始也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打工者。后来随着财富的积累，在上海开启了哈同洋行，又经营房地产。 成为犹太大亨、远东首富，在北京也购置了三百三十间房的产业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景阳胡同里的这一处院落，就是哈同在北京的房产之一。我们都知道，上海的南京路是最早建立起来的一条商业街，而当年哈同在南京路的商铺，约占整个南京路地产的四成以上。而当年庄则栋的父亲庄替身。 是个穷小子，他为了谋生，在哈同创办的仓颉中学教书。有一天，庄提身在上班的路上捡到一张彩票，当时也没太当回事儿。没想到第二天却被宣布中了头彩。哈同夫妇听说了，作为生意人比较迷信，觉得这个穷教员是个有福之人，于是他们决定将收养的女儿罗福珍许配给他。就这样。 庄提身摇身一变，成了远东首富的女婿。婚后，他们两人被哈同派往北京，住在景阳胡同，负责看管哈同在北京的房产。庄提身到北京后自学中医，在一次行医的过程中，结识了一位名叫雷仲如的女子，并雇她为家里的保姆。日久生情，庄提身和雷仲如成亲，并把临产的雷仲如。 安置在扬州老家，不久生了一个男孩，他就是后来的世界冠军庄泽栋。三年之后，庄泽栋的妹妹也在扬州出生。景阳胡同的这一处宅院是庄泽栋的父亲和哈同的女儿罗福珍的住所。探访中遇到一位生活在胡同里的老大爷，我们来听听老人家怎么说。大爷，劳驾请教一下，这原来是庄泽栋的故居吗？对对。对 是哈，啊，错不了啊，错不了。祖宅，祖宅啊，嗯，住了多少年呀？那不知道。世界冠军，八十多岁的都知道。我们有一个，那儿有一个老头儿，跟他是同班同学。哎呀，是吗？小学的时候。哦，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听说过吗？挺好的，又漂亮，啊，长得漂亮，有什么又能干，长得倍儿漂亮，长得多。嗯，是的，在庄泽栋五岁那一年，庄提申把他们母子。 接回北京，罗富珍没有难为他们，和庄提身离了婚，自己带着子女回到了上海。一开始，庄则栋和父母住在宝钞胡同，在宝钞胡同度过了童年，在芬斯汀胡同里读的小学，当时他的乒乓球水平已经展露锋芒，被称为“小球王”。在庄则栋十岁那一年，又随父母搬到了前元恩寺胡同。 和他父亲之前住的景阳胡同隔着一条南锣鼓巷，庄则栋就是从这里一步一步走上成功之路，多次夺得全国冠军和世界冠军。这里就是庄则栋当年在乾元恩寺胡同的家。一九六七年，二十七岁的庄则栋与钢琴演奏家鲍慧乔结婚，庄则栋搬离了乾元恩寺胡同，和鲍慧乔的父母住在了一起。在此之前。 他的妹妹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外地，在这座院子里居住的就剩下他的父母。这里原本是一座规整的四合院，共有三进院落，后来被分成东西两个院儿。庄则栋与包慧乔离婚后，再次搬回乾元恩寺胡同自己的家里，住在院子的东厢房。刚才发现这位先生从东院出来，我来问问情况。现在是谁住着呢？ 现在谁住的呢？现在人家卖给人家了。哦。这给他妹妹家。在他妹妹家？嗯、这个啊。这个是他妹妹家，这个是他家。啊，那个是他家。我们装修的，装修没完。啊，你们装修的？现在卖给谁？四人了吗？私人<的>。哦，好，谢谢你。嗯、东面的院子就是当年老院东厢房的位置。庄泽东离婚后就住在这里。一九八七年年底。 庄则栋也是在这里迎娶的佐佐木敦子。一九九一年，庄则栋八十四岁的母亲雷仲如去世，他和佐佐木敦子才搬离了乾元恩寺胡同。现在，庄则栋的妹妹一家还住在西院。往事如烟，当年他住过的东院装修一新，早已成了别人的家。追寻着庄则栋当年的足迹，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。 奇特的家庭和奇特的经历，给一代球王带来的磨难和成就。岁月是一扇老旧的大门，推开看见的是沧海桑田，关上也封不住曾经的辉煌。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欢迎关注、评论、点赞。我是瑞姐，我们下期见。